各位同学，我们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站立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大声，因为等下要回去啊。精神拢真好啊，特别好哈，真好。这个三天两暗吼，这初级班吼，坦白讲啊，实讲真艰苦啦，咱知影，因为我嘛上过呢，我是第一期的，我咪赶快来坐一只。迄当阵吼，温度是六度。啊，头一摆嘛吼，头一摆七十几个，啊，温度六度吼，啊，我困伫307啦，307是通铺的吼，即摆三楼是拢查某同志即大，以前无迄个第二宿舍迄个厝，啊，伊当阵呐，大家拢住伫遐吼，哦，暗时吼足闹热咧，交响乐足丰富的，啊，有人足大声，吼，啊，所以头一暗吼。拢困了无好，所以讲照道理来讲啊，拜五的暗时啊，拢真歹困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拢无唔对，我足清楚的嘛。但是昨暗你就足好困的啊，是哪讲？因为吼、哦、太忝了，倒来就困去。但是呢，我相信这三天两暗你学足多，你若感觉你学足多，请你举手。拢差不多举手啊啦，我跟你讲，真正学足多啦，这无。68年防欺骗，啊！即话雄雄知影，我甲你讲，你的内心一定足懊恼的，懊恼嘛无法度呢。今日毋是即个法律啊，要来甲中华民国拼，要来甲美国拼啊！咱真正讲，咱无个法律啦。叫你做奴隶，你就做奴隶。敢若美术电影所看，当然即摆即个时代啊，毋是讲看电影的迄个罗马时代，讲后壁迄个。迄、那个啊，做揢一个皮鞭呐、啊，啊，都来甲你拍。即嘛是无，但是即嘛嘛是差不多去甲咱拍嘞。你家己无感觉呢？你去做兵，你不爱去做兵，因为咱战败，战胜国来甲咱征服，甲咱占领，叫咱去做兵，咱无多甲反抗，安尼唔是甲你拍，啊不是啥？啊，只不过是换一个方法，用啥？用法律，伊家己创造一个法律。说你要爱国、啊、你要服兵役，说服兵役是爱国的表现啊，足奇怪的，要问说啊，请问是爱哪一个国？爱中华民国啊？台湾都不是国家，这大家都知道，美国跟你说过几次，台湾不是国家啊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敌人啊，对吧？我在这个拜五暗时第一节课就跟你说啊，日本时代美国轰炸台湾，美日交，美国甲中华民国同盟国，美国人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当然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。啊，你是敌人，啊，甲你占领，啊，你去做阅兵，很奇怪。啊，咱台湾人有一贯的本性，足古野。所以人讲哦，台湾人啊，好骗，歹假。国民党。68年来制造一段历史，无影的历史，互你去读。所以，佫甲你讲爱教育，爱这个爱国，真可惜，就是咱唔知影讲要爱哪一个国家啦。当然，即马受完这个初级班以后，你就知影讲，这68年，当然你为人还袂到68岁啦吼。但这个68年内底，你所受到的教育。是完全一片，敢若袂是真正诈欺诈骗集团，所以是安怎诈骗集团是全世界最好骗的人，竟然是咱台湾人呢？诈骗集团佫可以输出呢？即马中国人最好骗的，但即马台湾国较好骗，即马含台湾人骗到位中国去，骗到东南亚去，你有看迄报纸，你应该拢知影，吼。我唔知道中华民国的教育遮好用呢，买当做诈骗集团呢。有一个大学生查某诶，伊转休学，伊讲我这咧骗真好啊，我一个月骗百几万，轻轻松松呢，够伊。
这种人教育的关系啦。台湾为基础开始，已经烂去啊。台湾人以前，我相信你捌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还是你的阿公、阿妈讲过。过去台湾，暗时你睏唔免关门，我也过经过迄段时间呢。即卖呢，唔是干那关门尔，都爱个用铁汤家己甲包家己。那真正火灾时拢走袂出去，烧死家己，即款的累足多。啊，你台湾人后摆变安怎？所以好简单，咱过这个美国，因为咱直直甲过，过甲即卖现准是美国，感觉讲你台湾人拢知影。但是坦白讲，其实台湾人敢知影？唔知影，不懂啊。刚才我来上课会知影啦。但是真好的现象，就是昨暗我看到这个亚洲三立电视台内底迄个报道，迄、那个记者，我相信，伊嘛无清楚。但是呢，伊来去访问咱高雄市的时候，高雄市提两个物件好看，第一个。因中华民国内政部迄张文，台湾民政府唔是诈骗集团，当然唔是诈骗集团，会当甲你讲，不是一个非法组织。啊，若唔是一个非法组织的时阵，当然这个合法，我们也可以讲我们是合法，但合什么法？合国际战争法，合国际法，合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咱都既然不是中华民国的人，啊，中华民国法律要甲你管啥？当然是未上甲你管嘛，干咪是？所以真简单的代志，咱台湾人爱自我教育恁家己。所以我要伫这个所在甲各位讲，你唔通想讲你上过三天的课，安尼你就这个法律拢知影 ？No， 还佫作假。你一定爱去看迄个台湾民政府迄本《新台湾论》。看《新台湾论》以外，阁无够，绝对无够的。你爱去看台湾民政府官网。我跟你讲哦，台湾民政府，干那这台湾民政府这五字啊，唔是干那叫着咱呢。中国伊嘛甲你设一个台湾民政府，国民党嘛甲你设一个台湾民政府，台独嘛设一个台湾民政府，但迄个台湾民政府拢你骂咱呢。真简单嘛，伊要将咱的速度又慢去嘛。伊知影美国最高法院讲，你准备4000个来接证款，伊让你较慢的嘛，让你愈慢接，慢一天，伊中华民国好一天啊。咱的台湾民政委官网就是这个，把语我较出来一下，让大家看我较清楚嘞。啊，台湾民政委你看啊，台湾民政委官网。所以你拍的时阵哦，你酷狗的时阵哦，台湾民政府官网切记爱拍嘞，你才会找到这个所在。各位，这个所在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讲这是正港正卡。各位，恁党的人，咱的工作人员拢有替你注册，迄注册有一个条，有一个密码，有收到的压手，哦，拢有啊哈。所以啊，不要用电脑的压手。然后啊，举手的人，我恁个手举咧，啊，无后生，还是查某囝的人举手。啊，阿弥陀佛啦，当然你嘛无。啊，但是你恁林庙内底有电脑无？啊，有啊，啊，所以安尼卖晒，叫迄个电脑人甲你教，每一工拢爱上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看迄个官网内底文章，每一工拢有一篇文章互你看。我跟你讲，你若真正吼，照我给你安排，一天看一篇，一天看一篇的时间真短嘛，敢不是？我多无？有诶，牙手。我跟你讲，你讲牙手啊，时间无去看，巴肚疼。我先跟你讲，哈，一定爱去看诶。啊，来，你讲看者，咱这个官网来放较低一个。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今日公布诶，咱这个所在分做六个州。50个郡啊，这50个郡都是日本时代所分的。咱台湾过去拢注重都市，200万、100万啊，都市拢提啊，做这个预算拢较济，
阿伯咱无爱安尼，平均。所以你若人愈侪啊，无一定好呢。人愈少诶，分愈侪。所以后摆啊，咱民政府来执政诶时阵啊，东部诶，啊做高速铁路啊、高铁啊、新干线啊，两年内底甲完工，安尼好无？安尼，恁逐个人要去台东花莲啊，赶快一点钟就到啊！啊，那迄个时阵你都一定爱带几多？不一定讲爱住台北呢，不一定爱住台中呢。迄当阵佫开放所有的海边都会当去住。中国人无爱住海边，原因伫倒？因为过去海边拢有海贼，海贼直直拍，直直迄落倭寇啦。所以呢，因拢住伫内底。其实你啊看美国人、英国人，即欧洲即先进的国家的人，拢要住伫海边啊。所以咱啊，即种海边拢开放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咱若执政以后啊，房地产会落，但是房地产落，无表示讲咱的收入会变歹，收入会变好，房地产落，安尼好啊？绝对好个，我嘛知啊。因为十八岁以上查甫查某囡仔，由政府无条件配当互你一栋厝，安尼个无好吗？啊，你会问讲啊，钱要倒来？对，要问无？要问这个代志举手？哦，对啦，安尼较巧啦。第一。现在是全台湾一空厝260万户，260万户呢，一寡足侪钱的拢伫炒地皮啊！迄夭寿司囡仔中国人低保啊，准备一趴的钱都有啊呢，到十块八拢啥？银行贷款哇！咱想讲伊咱偌敖趁钱呢，无影无一只，一趴，哪要一趴哦？百外万啊吼，咱只拢带来，咱会当拢总来带低保啦，安尼好无？较大声，咱唔敢呢吼。你免烦恼啦，爱有自信啦。你是台湾民政会成员咩？你要自信，好无？咱拢带低保。遐人有够趁钱吗？未晓趁钱，但是拢啊，拢甲恁启动咧。什么土豆油内底无土豆？辣椒油内底无辣椒，啊，要熟悉哪位啊？啊，面包拢是用香的，拢用迄个香精呢。无怪人美国人来台湾讲奇怪，恁台湾真的物产丰富呢，全世界所有的水果恁拢有啦。奇怪，安尼水果是为着生产来？大家咧笑呢，拢是啥香精啊？拢用偷的啦，把你偷迄个味出来啦。啊，当然我爱食，咱有一个同事啊，嘛是同款啊。伊本来迄个胖达人，哦，无胖达人拢不爱食，靠伊，迄阵食要死啊，我不爱骗。啊，即嘛够食，你拢唔知影嘛？台湾人得癌的啊，愈来愈侪，《西游记》是全世界第一名，是啥物原因？啊，唔是讲台湾的是物产丰富吗？水质真好啊，啊，拢得癌。啊！等到遐钓，遐个无要钓咸的，因家己做诶物件，因家己不爱买，家己不爱食呢。看有夭寿无？啊，咱戆戆啊！所以有当伫南部吼，当然这是讲笑啦吼。南部哦，有当讲种一田哦，分做两捆，一捆生了有够赞诶，要卖予台北诶；一捆较歹诶，家己食。啊，迄较好诶、较水诶，卖予台北。啊，伊家己讲。奇怪呢，台北人拢讨未死呢，喷农药啊，都嘛足好诶。各位，咱真正生活一种诶环境内底是足夭寿诶。咱明明，咱诶所生产诶迄个稻米无够，甲你叫你休耕，政府一个月一季啊，互你几万块啊，叫你卖阁种。咱实际上诶，即个稻米是无够，拢爱进口呢。啊，进口伊都有他谈呐，啊，叫你老百姓卖种稻啊，啊，你真正落去种个水果，成熟以后，叫你讲倒落海内底，倒落溪啊内底有啊，你有看到报纸嘛？有看伊举手，袂是我乌白讲嘞，啊，一个人看了，啊，要求你因个报纸拢甲我无共款，电视嘛有啊，金蕉生产过量，倒落溪底有啊。迄个，柳丁
山呀，拢生产过剩，那安尼，全世界拢无多食着迄个台湾的迄款山呀，还是柳丁，啊，恁给倒掉，计销真歹，是安怎真歹？政府控制计销嘛，伊要互你做较散嘛，台湾人做较要死呢，你看，大家拢面乌乌啦，拢曝日的啦，唔是讲你本来生只安乌呢？拢是着日头晒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咧，咱台湾人都爱好日头晒，做甲咩事，佫无饭好食。遐老乌啊，伊讲伊保卫台湾，真正台湾敢因保卫？唔是呢？1949年，蒋介石就甲因抓来呢，迄是难民呢。啊，难民伊甲你讲啥？农民。啊，都爱厝哦，起厝好伊住。啊，过来，伊即马要阁领一个月拢领万几块呢？破病是大面子的荣总呢？咱也制定，迄、那个荣总要甲改，改做农民医院，安尼好冇？做事的人咱会当去住。即马农民一个月领偌济？6000块，咱领未完，7000啊。但是有个人无呢，唔是干呐？啊对啊，无唔对啊？无唔对啊，无唔对啊！啊，去清理啊！有你较好呢哦，哈？中低收入哦，中低收入的去清理啊！哦，啊，你还可以迄个老外较差呢，老外你还蛮浪啊！啊，你生得较歹啊，老外拢生得较水啊 ！Q 二做诶，拢是台湾人，伫公园饲迄个是饲狗、伫掠狗诶，拢是中国啊，中国人，中国人。安尼还阁无够呢，伊老60-70岁，阁去中国去娶少年某，啊，若翘起，咱就阁饲台饲一半。各位，咱等于是努力去用拍，唔知呢。过去电影你做的是用皮鞭甲你摔，对唔对？即摆唔是甲你摔呢，即摆用制度，互你去做努力，互你趁钱，互伊开啊。即敢有公平？我跟你讲，我唔是咧叫你煽动，我无要叫你革命，听清楚哦。因为我无多给你，嘛无钱给你，我干呐送你一个物件尔，啥物物件？笔，法律啦。用法律会当来革命，会当将中国国民党甲赶出去，安尼好唔？好。真正好加载。在2006年10月24日，我带着228人去美国甲控告，控告了，为典范的告，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，尤其是高等法院迄、那个辩论厅啊，足精彩。美国高等法院法官问迄个国务院的代表，伊讲我甲你问咧。就这咱和平条约，伫美国是毋是已经无效啊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个条约是咱台湾人的生存的最重要的依靠啊！美国哈佛大学迄个查某的律师啊，法官甲伊讲，你免甲回答，我来替你回答。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到今日还阁有效，你美国的行政单位爱遵守。遵守啥？咱台湾人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，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，台湾人拢唔知拢点点呢？敢那迄当阵因为国民党真歹。所谓的党外，敢那下旨去讲，我要将国民党甲赶出去，要将国民党甲消灭。迄个人讲啊，足好听。我现在还个囡仔啦，读高中尔啦。读高中的时阵，足爱听演讲的。你像党外的演讲啊，册包拍的嘛去听呢。啊，甲人共款呢，满腔的热血，看个人去肯钱啊。咱做学生嘛较肯呢。有一摆我肯肯的，你啊才讲，哎，唔对呢。安尼拢欠了了，要坐巴士的钱煞无咧，啊用行用网甲行，等于阮住伫迄个民生东路，行偌远咧？
啊，但是甘愿呢？我以前最爱听那个康宁祥讲的，落尾啊，甲落尾啊吼，我即摆伫个别国家甲康宁祥才见面啊。原来伊甲我加无几岁呢？我只见中的时阵，伊是拄啊读大学，啊是无在差无几岁啊。伊当真爱听伊演讲呢，但即摆我伊讲伊真爱听我演讲，啊我讲的拢发力啊，啊伊讲的拢感情啊，啊伊当伊做我震动的，啊听甲吼学生迄读见中的时阵吼，我感觉我这真赞。送没有错，但是我今日你今日伫你这个所在，你听我这个上课啊，我无必叫你感情，没用感情，爱用法力，用法力，咱今日一定会成功。你若无用法力，好加在拄啊好，美国嘛甲你讲啊，拄啊好，2006年过的时阵啊，美国讲，恁台湾人，阮本来要甲你骗100年。好像中国人跟你台湾人南南的拢袂记你讲你是台湾人啊！迄当阵才来宣布，但是好佳哉，拄啊60年是假期的时阵，咱发着个战争法的真理。咱甲美国讲，喂，你原来你美国是我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嘛？安奈中华民国来，你敢知影原因？咱所看，你敢有看到美军有无？有无？敢有看到美军？有看到美军的举手？啊，无看的举手，啊好，真好，无看的是正确的。美军伫倒，青山港、嘉山机场在花莲呐、啊，新竹的乐山，这个高雄的港口，啊，佮有真济所在，而这个美军啊，基本拢清兵了。台湾上少有3个雷达站。用奇怪嘞！啊，这伫新竹雷达站，你讲的是美军，啊，我乃毋捌看到美军上下班。原来是安怎？伊当那上下班，坐直升机啦。直升机的机场伫对，伫台南啦。即马现住是美军伫咱台湾有2000名，内湖、金湖路100号，这是啥物物件？伊讲叫做 AIT 啦。啊 ，AIT 是美国在台协会，对不对？即马是信义咯。AIT 本来有150个员工，啊，即马迄个金马路100号起特别好啊。啊 ，AIT 150个怎啊解散，剩40个，你袂感觉很奇怪吗？起20000平，啊，剩40个要来大，相信的举手，唔相信的举手。对啊，绝对不相信啊！啊，你来问原因吗？原因是倒，因为美国咱甲过了后，2006年10月2日是过美国，2009年10月7日，尤其是2009年4月7日，美国最高法院判决5点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咱拢无国籍啦。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成立的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连接，什么叫政治连接？你知无？什么？怎样举手？怎样举手？什么语言？什么东西？政治力是什么？做口讲啊？嗯，政治力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伫投票啦。你叫是你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伫登票。叫你来登票，你就来登。啊，其实你登票是了钱，你都唔知啊。登一票，总统登一票，爱了偌济？什么30？230。啊，你咪做奴隶做啥？你以前你讲你无咧做奴隶，这就是做奴隶啊！以前是甲你拍，即摆免甲你拍，即摆甲你的钱拢乌乌来。台湾人愈来愈散，啊，但是日本人愈来愈好呀，这敢有正常？啊，什么人会当好呀？什么人愈够骗？什么人的心甲了烦，伊就好呀。你即马，你过去一个月，你感觉讲你现在是每一个月所赚的钱比以前较侪个手，啊较少个手，哦你看嘛，大家愈来愈赚愈少嘛，全世界哪有安尼？咱现在是一个月2.2K， 22,000块新台币，即卖同款的职务，即卖伫新加坡偌济？9万、10万啊？
过去是差不多，即摆愈差愈远。安尼变怎？台湾人足够忍耐啊！台湾人足够吃苦的啦。你来看客厅车，食饭时间到啊！你甲下咧，你讲，哎，阮讲，啊，等下食饭时间到啊，啊，我要来对吼，啊，无你等下再食饭，啊，先载我来好唔好？我甲你保证，100%甲你讲好。你干嘛不爱食饭？要甲你载？各位，这是咱台湾人的夸张政治炼狱啦。国民党制造气氛，让你感觉讲你是中国人，让你感觉讲你来替伊做代志，心甘情愿。我今日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这是生物界的内底啊，实际上有的物件、哦。红蚂蚁、红膏蟹，知影红膏蟹的蚁手？拢知啦吼，膏蟹恁知吧吼？红膏蟹足骨力嘞，逐天认真拍拼去做，去外口去找物件，找着食物啊，啊，摕转去洞内底，互大家人食。同款有一种膏蟹叫做乌膏蟹，诶，我讲的这不是故事哦，这是实际上呀。乌膏蟹，乌膏蟹安怎？扁担。你就是要甲饲啊，伊也无一定要食；送到门口，伊无一定要食。啊，但是乌狗遐扁担啊，佫足歹，个性残暴。每年，若甲即个啊，做差不多即摆是寒天啦吼，甲即个秋天的时阵呢，乌狗遐就出动四界去找找红狗遐，因为红狗遐较细只，乌狗遐较大只。乌狗啊，将这個红狗呀拢总抬死，抬死以后啊，将红狗遐伊迄个体液啊，就是身躯顶的迄个味啊，抹伫伊的身躯顶。然后呢，将红狗遐内底卵啊，甲夹去阴道坑。啊，夹去阴道以后，这个乌狗遐将这个卵啊抚养，会大只起来。啊，大只，欸红狗遐的卵生出来是红狗遐、乌狗遐、红狗遐嘛？但是这红狗遐鼻的味啊，哎，甲伊的原来红狗遐味同款，因为乌狗遐从伊的爸爸妈妈身躯顶，甲迄个味甲囥在伊的身躯顶嘛。这囡仔心甘情愿替伊做苦工，去外口去找物件来好食。啊，所以唔是讲好食尔。这乌狗遐，含要做都不爱做哦。各位，台湾人就是红狗遐啦，这中国人就是乌狗遐。现主持在台湾，这乌狗遐，你家己努力，你家己唔知影。你若你家讲着台湾民政府在讲法律啊，拢家己讲，我即马都好好，即马狗遐有好好，18%的人好好啦，这就是。乌狗遐厉害所在啊！伊将一部分的人，互你免做，啊有钱好食，啊来替伊讲话。我讲国民党是做足侪歹代志，啊民进党对你做呢？可比讲，今日我有看到新闻开始有人伫写啦，我上过讲几下摆啊。选举候选人摕300万来，各位恁家有捌做过候选人牙手？捌做过候选人有无？拢无，哦不，啊你啊你有收到300块无？你是足价足价算算的，哈？无收到，啊你是选票的吗？啊当时算的。啊几年前？那选立委，你选立委，你选立委。我讲有本人去算的啦，讲几波？我跟你讲啊，候选人啊，一旦摕300块啦，知影这个代志举手，啊一票300块，啊唔知影举手，我即摆才知，你拢互骗唔知影啊？政党摕50块，连续摕4年。所以你甲民进党讲吼，唔通选啦，为着台湾人的后代啦。伊甲你讲你笑的哦，啊你不爱选好，你咪选了国民党。其实国民党甲民进党敢有共款，一模一样。
中国国民党免讲，敢那中国两字你就知影，迄叫做中国。民进党叫啥？中华民国民进党是安怎？党章第一条，台湾决议文内底，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是啊，安尼算你有同款无？你伫中华民国宪法甲宣誓，你要甲变，敢有可能？你两个变就是啥？叛乱。所以阿扁也讲一句话啊，无可能就是无可能啊。伊无甲你讲实在啊，无甲你讲真真正正的意思啦。你啊看，李登辉做九年，诶，二十一，诶，做十二，诶，十三年诶，总统李登辉啊，刷落去陈水扁做八年，有无？十三加八，按偌久？二十一年。二十一年，你来要做什么还拢成功啊啦？啊，做二十一年，台湾的地位无变。你即马讲你要当选，蔡英文也好，红迄个苏贞昌也好，谢长廷也好，你讲你有法度四年八年，你就要甲变？无可能，迄个欺骗。因为国际法有规定啊，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啊，伊免啊就地合法。伊在登去南京，才会当，搁再挖起来。啊，伊敢有机会登去南京？无机会啊！伊即马存啥？金门妈祖。所以金门妈祖，美国讲，迄是一个尚待讨论的议题。啊，恁咱咩喏？咱足简单嘞，咱唔免向中华民国讨政权。我讲一摆，台湾民政府恁咱这人唔免甲中华民国讨政权，因为咱爱甲上讨政权，甲美国军事政府讨。啊，美国军事政府伫倒，旧金山和平条二十三条。美国吼，真输啦囝，我甲你讲，伊在甲恁占领，伊但是伊无出面，拢秘伫后壁，但你三不五时拢看会到。你是 CDC， 就是迄两阵 SARS 的时阵啊，美国的 CDC 啊，就疾病管制局啊，直接飞机来降落伫倒，香山。落来，穿迄防、迄个防护衣啊，拢是美国 CDC 提供，台湾无的。迄当阵有两个公共的官员，一个叫做涂醒哲，另外一个叫邱淑媞。一个叫做卫生署的署长，一个是台北市卫生署的署长，去予美国下令换掉。美国的官员哪会当甲咱换？因为 CDC 伫上山降落了，随赶去和平医院。啊，伊甲涂醒哲、甲迄个邱淑媞讲：“你们要到医院来。”因两个讲：“啊，你美国人甲关起啊，我才不管呢。”隔天讲，马上甲阿扁讲，这两个甲我换掉，马上换呢。大家拢唔知影原因啦。那雄雄今日好势好势，隔天讲阿扁宣布讲，迄两个人换，原因是对美国要求的。所以美国怎甲你要求？美国是真真正正台湾的占领者嘛。蔡英文去美国访问的时阵啊，美国的政府送伊什么物件？国旗丢。啊！伊甲咱讲，伊有去国防部有无？美国国防部正式甲讲，蔡英文没有到国防部，骗人的。伊去倒，伊去国会智库，含两个人见面，一个是国会智库的主任，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的人。我哪会知？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含我见面，所以后尾啊，甲问蔡英文有影无？用有影，但报纸拢甲你讲，蔡英文去国防部，国防部这个国务院，吴那个中华民国大地美国的代表叫做吴钊燮，即摆唔是伊啊啦，即摆叫金辅通啦。吴钊燮甲你出来讲，这个今年来这个代志，因为国务院足奇怪，甲阮讲，甲伊讲啦，国务院无甲台湾。中华民国内底政党，任何政党也是团体联络，但是有敢若甲一个单位联络尔尔，
迄个单位还很小，还没有成气候。我讲到这裡，你就已经知影，迄个单位是啥物人？台湾民政府了。那咱即摆不小了呢，咱的普通班嘛超四千个呢，高中班嘛也有超三千个呢，我们不小了。但是还不够大到讲咱会当去执政，所以咱核心命的训练人，各位，那要咱爱咱台湾，大家来共同来帮忙台湾民众和大汉，安尼好唔？我无要要求你革命，我刚才甲你要求，你要动你的嘴，你只只所读的，去外口去练习，去甲人讲。我跟你讲，你脑一本新台湾了，你跟人辩论拢袂输啦。所以这两天我写一篇文章，叫做各自表述，来各自表述的文章我出来，在咱的网顶。各自表述的意思是讲啊，大家人讲你家己的啦。各自表述，好、哦、来，来点落，唔是啦，在右边啦。哎，全文对，点了。好、哦，来来看一看嘞，来扭起哩，搁起哩，上尾有五点，搁起哩，好停停，看看下。我跟你讲，台湾人啊，有足侪主张的啦。有个人主张讲吼，咱都要革命啦，要建国啦。你捌听到革命建国，请你举手。你拢冇听过？你唔捌，讲建国啊、革命啊，你捌听过？捌无？捌啦，有无？有无？哎呀，咱唔敢举手啊！你举手也袂人甲你害你咧惊啥？你若要主张革命建国的吼，我甲你讲，你甲讲，请你徛第一线，你去拼大胜，你莫叫咱老百姓去拼大胜啦，你唔通啊戆啦！咱到后边，你若讲要革命啊，你去革命。要建国，你去建，你做你去。咱唔通徛第一，因为徛第一人啊，会先掉枪呢。你即马是讲法律呢，讲法律未掉枪，所以若要主张革命建国的，你做大先。第二种，要要求要自治、要独立的，什么叫独立？什么叫独立？独立的两个物件夹做伙。分开唔只叫独立，恁后生要结婚，安尼恁后生独立啊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对啊。恁查某囝要结婚，独立啊嘛，家己另外去组一个家庭嘛，对唔对？所以若讲要独立的，要自立的，足简单嘞。你家讲，你去问先问你的母国，台湾的母国是啥物人？啊！即马你阿个唔知，日本天皇啊，唔是中国哈、啊。中国老早伫1895年已经不爱咱啊啦，已经甲你挂互人啊啦。所以咱母国绝对唔是中国，是日本天皇啊。你若要独立，你先去就问日本天皇。第三点，主张啊，祖国建国诶，啊你真简单，要祖国要建国啊，你爱争取做啥？公道。但美国讲你袂当公道，有无？谁讲台湾袂当公道？因台湾两种人啊，一种叫做本土台湾人啊 ，people of Taiwan 啊，另外一种啥，住伫台湾的中国人啊，流亡伫遮啊。啊那啊，当公道要听上个，所以谁那美国讲好，你写公民权利法案，按照公民权利法案去投票。是台湾人啊，才有权利来投票。第四点，主张要台湾要建州的啦，讲哦，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州啦，美国台湾政府啦。你想看卖啊？波多黎各、西班牙甲挂美国百几年啊？1899年甲即嘛，伊敢有变过美国的一州有无？无呢？百多年呢，是安怎来无？当然是美国无来无唔对啦。拄我开始的时阵哦，看别讲波多黎各人真巧，来公道哦，来看变做美国的一个州啊。波多黎各，我伫读个歹，
啊，若变做美国的一个州，你来缴税呢？啊，若卖变做美国的一个州，爱缴税无？唔免啊，是啊，占领啊，占领啊，你的安全，啥物人爱负责？占领者爱负责啊。啊，税金免缴，上爱缴缴，啥物人爱饲你？美国啊，上甲你占领，啥物人爱饲你？啊，所以美国对台湾即马拢不爱讲话，原因伫倒？伊不爱饲你嘛？啊嘛，但是不爱管袂使呢。所以是安怎？美国即、這个中国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阵啊，美国甲你主动派两架航空母舰呢，来保护台湾呢？为什么？台湾是伊占领地啊？安、啊、尼听有无？足简单的啊！啊是安怎？每摆伊若中华民国选举的时阵，5月20日，总统要就职，都爱等到美国的贺电，是安怎？爱予美国总统同意，因为美国是占领者嘛，你要得到他的同意啊。所以你会记得无？陈水扁有一年，迄当阵连战。在你乱的时阵呢，伊讲陈水扁窃国有无？窃什么意思？偷窃。啊，是中华民国啊，陈水扁甲窃国，啊是台湾人窃中华民国的国，所以甲你乱啊。啊，伊要上职，伊不爱好上职啊。啊，所以陈水扁嘛真奇怪，问迄个夏新啊 ，AIT 的处长，伊讲奇怪，啊不都已经调啊，啊你奈不爱美国总统的贺电奈无好啊？夏进甲头讲，你的贺电伫美国总统的桌顶，等下你若中央选举委员会，你的当选证书甲你打落去，30分钟内底，这张就到位啊。所以迄张叫陈九祥，伫中央选举委员会拍甲要害，你毋知会记得无？玻璃拢弄弄破，哪根啊拢歪曲，歪歪互伊打，伊惊去甲打咧，马上佫拆，互拆掉去。你不要紧，大嘞按照尊称啊，大嘞无甲30分钟贺电到位，陈水扁做总统，这就是讲是安怎？中华民国总统都爱美国的贺电，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权，伊占领台湾，所以你甲看，咱过美国以后，这几年啊，看偌大的演变，第一，咱唔免做兵啊。咱甲美国讲，你中华民国是安怎叫我去做兵？阮毋是中国人，阮毋免做中华民国的兵，因为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。因为战争的时阵啊，咱台湾战输，美国甲你轰炸，中华民国甲美国同盟国，所以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敌人。我没有必要去当敌人的军人，所以咱甲美国讲，甲奥巴马讲，你若无甲动，但迄个马英九啊，我要阁甲你告。所以你咪叫是马英九真好心叫你讲免做呢？马英九叫咱免做以后，叫台湾人免做以后啊，去年啊，今年尔啦。国防部阁讲啊，啊，即欠兵啦，啊，欠60000名啦，啊，阁两个提出的人爱来做兵啦。咱伫遐上课，我甲讲，你若敢叫这60000过去做兵，我就阁告你阿奥巴马。我毋免告马英九呢，我告伊要创啥？我都是中国人啊。我告马迄个奥巴马呢，所以告伊。顶礼拜呢，伊甲咱回应啊。中华民国变国家无够，都袂当伫台湾募兵呢。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？有无？应该有才对啦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过啊，免做兵啦。是安怎军队迄路过拢甲去掉？即摆迄个兵啊车吼，路伊走日本也无要紧，迄个卡车嘛无要紧，迄个卡车也是兵啊车顶边，你有捌过看到有路过无？迄青天白日版，你有无？即摆有啊无？啊，我拢无注意啦，无啦，对唔对？
无呢？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是对一个军队，迄边是敢那恐怖分子呢？恐怖分子，唔只系无迄 logo， 全世界军队拢冇 logo。海军来记者见的相片，给大家看卖啊！哎，这不是我做的呢，《一周刊》的封面呢，《一周刊》的封面写啥？一周刊的封面，你甲看吼，旗啊，伫迄个神盾舰顶管挂啥物旗？啥物旗？美国国旗呢？有无？啊，你感觉很奇怪无？啊，中华民国旗啊挂伫倒下骹呢？啊，那安尼甲看迄挂旗啊，啥物人较大？美国较大，啊是安那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已经将咱台湾这较高高机的武器、飞机拢总控制，飞机嘛同款呢。前两天有一个叫做阿帕奇直升机有无？到六架，中华民国买三十架，这三十架小布希当中买啦。你知影三十架直升机买偌济？你要啊？594亿，亿个唔是千万啊，594亿，平均一只直升机偌济？20亿。你要相信吗？你相信一只直升机二十亿？请你举手。啊，唔相信的举手。哎，你拢巧啦，绝对唔相信嘛。其实伫国外，直升机的价钱，甲你驶的车差不多平价。迄无武装的啦，你塞上好的车，车面子差不多平价呢，直升机价一算尔啦。这二十亿，那些中华民国遐高官若无甲贪，我才随在你啦。买一个神盾，甲迄个法国，甲法国买迄个军舰的时阵，你唔知影叫还过会记无？拉华耶，你知拉华耶？拉华耶舰。买的时阵呐，是中华民国的官员分级连环，佮予江泽民嘛抽头呢。你中华民国买军舰，江泽民抽头，啊，看到鬼有影？你看咱台湾人看偌光就好啦。啊，日本人我都管无，嘛无法哩。日本人是管开的啊。啊，若要选举？咱台湾人干嘛都调，李总统给你调，你就无效呢？你唔相信？2014年马年啦，马年要阁算啦啦。你嘛爱看咱啦，咱党也调哦。我甲各位讲，你听清楚哦。咱若训练的人数无够呀，你无得接政权，你无得甲动。不过，我敢甲各位保证，2016年的。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绝对甲冻掉，好冇？妈呢？咱不一定我都冻，啥？咱人数无够。你讲好啊好啊，我尽管行你啦，你来接吧，你家来接吧。各位，咱有我都接无？有会举手？啊，无会举手？我跟你讲啦，迄举手讲我都甲接的吼。我是感觉讲，你想过了自信啦，想我想过了自信，因为咱台湾人现主席要无法度经过训练来接政权，中华民国伊无要训练咱台湾人来接伊的政权，咱台湾人含外交官都无法度。你也想，咱台湾民政府要派人去美国，派人去日本，要派人去欧洲，竟未出来外交官呢？一个较看，夭寿哦！台湾人无外交官，你甲看，咱九月七日，咱伫华盛顿地区举办酒会，迄酒会你有看无？你捌看到讲八九十个阿斗啊，白人？但是咱的这款皮肤诶，
咱的台湾人二三十个，咱拢三十二个，咱将来无迄款的场面，咱将来就是讲去用欺负，就是讲咱较袂晓读册，其实咱靠靠读册，你嘛无法度伊。即各位，你也知影，咱台湾人的教育从头开始，我真欢喜。看到咱即摆啦，少年来伫受训呢，我感觉较有希望。当然，毋是讲白头毛就无希望啦。其实我的头毛嘛拢白啦，是你的。因为我感觉我你也看来较有精神，安尼对不对？对。啊，等下丢去派出所你还啦。因为咱大家爱知，你今来受训，就是准备咱的健康。要为美国手中甲摕起来，中华民国你卖甲伊对抗，因为中华民国和美国去甲应付就好啊。但是中华民国到今日为止，无对咱台湾民政府任何成员甲你处分，含一张法官都无开。你啊看，两个车牌，四个在走，三个月啊，一张法官咱都无予咱。有另外人台独的团体要学咱，叫什么美国台湾政府开出来八架车拢叫调去，归交罚款。各位，这是咱正正杠杠的车牌啦。这个车牌你要戴无？要戴个牙手？歹势哦，敢那这边无牌，你还去问你的酒店看有无？酒店可能有暗藏，爱甲酒店讲，一千几年啦。这一星期的车牌啊，让你用一世人。咱之前以后，这一星期照常使用。这一星期的车牌用什么做的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白铁啊做的呢？足啊 ，stainless 哦，我足重的呢。干那迄个成本都不得了呢，未新鲜呢。啊，你有水无？这架车有水无？这车牌有水无？足水的。哦，你有穿着？啊，你都无想你哪有？啊！哎，未使啊，这亚米哦。哦，你高级班的形象啊。所以各位，咱即摆会知影，咱台湾民政府一切照法律行，一切照法律行。咱无要用感情的，咱无要募款，咱老老实实、实实在在来做咱家己台湾民政府爱做的工作。咱今嘛，敢那有一个外宾啊，吼，迄个也做，迄个，咱外宾叫啥？什么人？苏苏去啊？咱有一个外宾啊，叫做苏苏去啊，大家拍手。这个苏苏去上吼，这边那边去日本的时阵吼，啊，有一挂日本人吼，啊也来甲咱。啊，初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。いろいろ片脇会長が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。はい、この件はよろしくということで、はい、今年の12月の来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。はい、全力です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どう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伊是啥物人呢？伊即位吼，就是咱这边要去日本的时阵吼，咱有150个人要去，啊，日本天话我动员150个人，要含咱合作会，啊，咱各位吼，会记哩，咱现主席若讲今日上课结束吼，你还无资格哦，你都爱过去办毕业才有资格，啊，而且呢，爱准备这个西装乌色的，咱大拢穿乌色，哎，穿乌色的西装最好看，你知唔知？含即嘛含日本天话就知影咱。哦，日本天皇知影咱，咱啊，坦白讲啊，咱是台湾历史的创作者，咱是台湾的历史创作者，当时是革命的先行者，就是先行的啦。但是我无必叫恁做革命先烈哦，革命先烈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想死给你看，死给你看叫做革命先烈。各位，咱是革命先行者，对不对？来，咱来讲两届革命先行者，好唔好？革命先行者，
革命先行者。后摆你敢讲，我是革命先行者，所以后摆我是做台湾民进会大佬，享受一生，安尼好唔？好。当然啦吼，现主席因遐老话，拢讲因有功劳，真正有功劳是在座各位啦。恁来去学法律，你后来用法律这个笔，甲美国告我倒。这法律是美国你发明的呀、啊！你家己发明，你爱家己遵守啊，敢是？所以你各位，你当放心，台湾民政府有一天，在这真短的时间会执政。当时呢，明年的五月、六月，美军上少你看会到的，要一百八千名，你有欢喜无？所以，一百以后，咱用机啊个欢迎。你不要讲英语嘛，也要讲英语举手，不要讲的举手。你要老实啦，有老实啦。啊，无要紧，你不要讲无要紧。看阿东啊，你找你美国国旗个会倒啊，啊找台湾民政府讲，这是台湾民政府的人哦。啊，你外口即卖买台湾民政府的机啊，敢有地买？无地买，恁也有法度尔。所以各位，你有机会，机啊甲挂出来，甲欢迎，你好不好？好。当然啦吼，咱的国旗班吼。在这个啊，做后礼拜要举行吼，国际班的时阵，除了着法律以外，还佫上一个叫做中国国情、中国国情。大家烦恼讲，美国人欠中国足侪钱的，有无？有无？你唔敢讲，欠足侪钱的，我甲讲，我可以，你绝对无多行。啊，美国我多敢行无？我多。美国人吼，这中国人伊甲你讲的。有奇怪呢吼，你美国以前欠迄个英国钱哦，啊打一仗啊免还，英国建书嘛，啊美国欠西班牙钱，打一仗免还，西班牙输嘛，啊不即马中国，你美国欠中国钱，啊来打一仗免还。所以，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去访问的时阵啊，去北京台啊，大家先个问啊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我请问，你美国欠我中国这么多钱，你会不会还给我？啊，安不安全？咱来叫足侪钱给人的时阵啊，咱会烦恼人倒去呢，会不？会烦恼会举手？啊，无举手的人袂烦恼的款啊，好，会烦恼对不对？啊！你变哪？美国的副总统该回答哦，问得很好啊。不过你放心，美国欠你中国的这一些钱啊，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保护得非常好。嚯、哦，北京台海囡仔，拍手啊！嚯、哦，回答得很好啊，保护得很好，没问题啦。内底有一个。空军的上校叫做空军的上校，等于材料啊，左想右想，唔对呢。你巴肚内底一块肉，你敢有可能讲胃嘴内底去甲哦？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敢有可能？无嘛。啊，那放出来是变啥？屎呢？哎呦，阿海啊，绝对袂行。啊，我佮你讲。你若真正逼美国要行，伊冇法度呢。去年啊，美国经济无好，伊阁发行公债，甲美国的财政部甲中国的财政部讲：喂，你要来买公债啊？中国财政部发甲讲：你想我空的哟？你欠我遐侪钱啊？我可以给你买公债，我甘愿来买迄个欧元。啊，真正去买欧元呢？欧元倒，国家还啊，即马甲讲买甲美国买了吼，啊，美国就甲讲，马上甲回答，你不爱买吼，无要紧，我就自己买。啊，未过两天啊，中国的外交迄个财政部出来讲，我买，是安怎？上台不爱买，啊，即马落尾啊，爱讲伊美国讲伊要家己买，爱讲我买，为什么？就跟着美国要哪买？印钞票嘛，
国语嘛，国语都有啊嘛，干不是？啊，一年个连啊，会贬值呢，钞票收跌会贬值呢。啊，贬值啊呐，本来可比讲美国欠中国一千万，啊，贬值以后煞害啦，那一千万才贬八百万尔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逃去啊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。大家你讲美国即马经济足歹啦，你有看到美金嘛贬值无？没有呢。我一年前直接讲，我美国若真正无法度的时阵，还有一个奥博，什么奥博？改变美元的颜色，变红色。即马美金是啥物色？绿色的对不对？伊即马改红色的，你讲爱改红色跟我差？我跟你讲，红色改得较济吼，美国的金子上少，可以升差不多三分之一起来，是安怎？所谓黑金、所谓军火、所谓卖毒品的，迄钱拢走袂出来，全拢无去。你有去看电影？迄个南美洲啊，足济迄个毒枭啊，用几个仓库内底拢得美金啊。所以爱洗钱，伊照做用呢。洗钱的意思你敢听？唔是真正摕钱来洗呢，是无合法，甲变成合法哩呢。阿妈问你呢，颜色一改变，绿色的不能用，要哪洗钱逃去？所以美国上少升三分之一，所以美国安尼升起来以后啊，以美金啊保持原来的价值，同时还会升值。所以美国的美金一直在升值，啊，你看有无？你无多跟美国算啦。美国的地位、美国的经济，不是咱台湾无多跟对抗。咱无多跟对抗，干那一个物件叫做法律。所以法律台湾，台湾法律是咱台湾人唯一的逃生工具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请起立。行嘞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